只是想泡温泉，你已经深陷文字危机。我跟我男朋友讲说，我好想要泡温泉，然后他就可能看到一个泉字，他就定了。他看到泉就去，会不会是黄泉？还是他订了鱼香泉？打开饭店，鱼香泉在等你啊！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1/2强。